没问题的呀，也不是我的替补吧，当时主播也被等着那个，当时也没打多少把，后面他上来打了两把发现不太行之后，然后我又上了。本来是这样的，本来觉得他行，你知道吧，本来好多，哎呦，那个教练就天天在那恶心我，有两个教练细说我就不说是谁了，一个反正有两个教练啊，当时在威武有两个教练，哎呦，主播从来不开团啊，但主播开团现在当主播得开回去啊，是我的替补啊，没问题的呀，也不是我的替补吧，当时主播也被等着那个，当时也没打多少把，想开团后面他打了两把发现不太行之后，那就整啊，我又上了。本来是这样的，本来觉得他行，你知道吧，本来好多，哎呦，那个教练就天天在那恶心我，有两个教练细说我就不说是谁了，一个反正有两个教练啊，当时在威武有两个教练，就是训练赛不是轮换嘛，他一直说哇这个兄弟好会玩好会玩，就一直在这阴阳怪气，你懂吧，然后上去打两把比赛之后发现哦算了，不是两个，不是你们说的那个，还有一个现在也应该失业了，好像我是两个，不是去六蹦，还有一个不是我啊，不是我，去刘峰是应付的那种，所以我对去刘峰还好，去刘峰是那种在那儿应付的，别人说一句他觉得啊确实啊，他自己也不经过大脑这种考虑的，不是明确吗，你不会大点声，你不是来上班的吗，哎兄弟那个发出来之后啊，我操我巨开心，哥们儿嘴巴都笑歪了，哥们儿。主播其实呢，跟你们回应一下这个事情。怎么，今天你们有卡的？跟你们刚好回应一个事情，因为这件事情呢，其实在主播这里呢，已经很多年了。啊，主播这个事情呢，也已经很多年了。跟你们细说一下这个事情啊，这个主播。老观众应该都知道，我是一般是不回应这种事情，因为我自己还是无所谓的，锅不锅的这种东西是无所谓的。那既然今天出现了这个事情呢，带节奏呢，那咱就得回应一下节奏啊。虽然说也没什么人看，但是呢，大家现在都是主播，对吧？那你不回应呢，反正主播这个东西大家应该都懂，这流量嘛，对吧？情况是这样的，当时我先从转会期开始说，好吧？从转会期开始说。我们从头开到尾，这个我也是突然看到的，说好吧，这些东西都是经过我大脑就是遗留下来的印象。那一年是很早之前的，应该是在两年前的。当时我们转会的时候呢，我们当时有两套人选，第一套呢是一套新人班底啊，当然里面我就说一下你们有认识的，有当时是周扬波，好吧，然后还有一些 Y4 啊，他们当时我们打了一个月的训练赛。在转会期临近结束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不知道是资金出了什么问题啊怎么样，反正就突然又有钱了啊，本来是没什么钱的，突然又有钱了，然后我们买了一批人，买了微微，然后当时也是应该是续了摸了，然后从外面买了那个叫什么你们当时说的肥师哥回来，下午呢辅助呢就留了皮皮嘎的，然后我们当时没有上单，我们当时去找了狼行。狼呢，因为他之前也在 RNG 待过，对吧，多多少少呢听过他的情况。那当然我觉得就是大家的目标呢，这赛季呢也没有投特别多钱，然后呢当时也在一起玩了剧本杀，也比较开心。这些都是实事啊，他说那个教练我应该知道是谁。然后呢我们组完人之后刚开始今天打训练赛，好吧，我们就正常打训练赛。其实我们那赛季的成绩应该是差一胜，然后呢进季后赛。为什么后面狼会进行轮换，包括你们当时看到的那个东西，我给你们具体的解释一下。因为当时我们有一场比赛我们是特别生气，那场比赛我忘记打谁了，但我记得是上对面上单是杰斯跟南枪，然后我们是
然后当时五楼那个录音没有放出来，那个录音没有放出来。我们是五楼，选的是那儿。当时那个我那个副教练应该叫酸奶，跟他聊的比较清楚，他应该主他就狼这个问题应该是主要是去开那个酸奶的，好吧？当然我跟酸奶现在已经很久不都不一起共事了。当时我们当时在台上聊得很清楚，我说那忘了那把 BP 是要选一个肉还是什么，反正我们当时是准备去打速龙节的，反正就选一个肉，就是让他在上路不要被越，反正就行了。对面南湘加杰斯前进，稳一点，反正也不会被越，对吧？南湘这个英雄，但当时呢，他就很自信说要选那个纳尔，后来那把崩了，我觉得，后来那把直接烂掉了。当然这个东西。这些东西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，这种东西都是无所谓的。因为选手当时很自信说，因为那个没有语音嘛，已经很远古的时候没有语音嘛，就是很远，就是他觉得这个英雄好打，死了之后，对吧？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，因为 BP 的东西教练肯定是拥有主导权的。最后选完之后，我觉得没问题，对吧？也能玩。哇，比赛太久了，找不到了，好吧？当时反正下来之后呢，我觉得我作为教练来说呢，你这些东西都无所谓。对吧，大家比赛输了就很正常。但是当时让我们比较恼火一句是什么，下来来了一个顶级发言，说什么这个 BP 打不了。这件事情其实所有的我们当时所有的选手都在，就是我们在私下室里面说的，狼说的，我们所有的选手包括管理层都在那个屋里面。当时我们两个教练就直接绷不住了，就是我相信你可以打，你下来跟我说这 BP 打不了，不知道当时那个发言是什么意思，我找不到那场比赛了，好吧？如果你们有谁有去找了，可以去找那一场。对面上单，如果我没记错就是杰斯江上野，就杰斯江南枪，他选的那儿。然后呢，这件事情呢，如果说后续呢还有拓展的话，好吧，还有拓展的话，我就把当时的在当事人给你们找一下。喂，什么事情啊？狼星开团了？就是我要跟你们说一下什么情况啊？后面这还有人让我去直接找狼星呢。你还记得那一把是 BLG 打就是上野是杰斯跟南枪，然后我们这边选了个纳尔，你跟他说会不会越那把，你还记得吧？对。然后呢，我跟他说一定会被越。对，然后我们当时我记得我忘记我们当时想给他推荐什么英雄了，我记得不是纳尔还是什么啊、嗯？你说想给他有个线圈的英雄，我记得。对，因为我们当时知道彪哥一定会玩杰斯打到纳尔的，而且他当时我看了那你看我直播，他是四楼选的纳尔，他只能五楼出的。我当时我跟他说了，你只要锁下去那个纳尔一定会被彪哥杰斯越。我当时我记得那场，因为那场下来之后嘛，那场其实这里就是这件事情到这里我觉得都还好，好吧、最顶级的是你还记得他下来之后他说的那句话，他说这个 BP 玩不了，他说这 BP 玩不了。对，然后我爆炸了，然后咱俩一起爆炸。对，我跟他说你妈逼，老子跟你说了别选纳尔，你自己要选，你来问我。因为这件事情我们记得很清楚，但这件事情其实到后面其实也算是不了了之了，就无所谓，因为选手嘛，对吧，他就自己想玩的没问题，这最后整成这样真的很不愉快。然后呢？现在呢？现在你可以去，我给你发个，我给你发个那个吧，给你发个那个，就是当今天是一个屌人，他发给我这个的，我给你发过去，你去看一下。他不会开团出我们吧？反正一起吧，咱俩一个都跑不掉，无非是一个傻卵，一个傻逼的区别，没什么好区别的。行，傻逼，自己是个傻逼。妈逼你开直播冲他，我操他妈，老子的妈逼有录像，我说实话后台有录音的，那一场不行翻录音去，我操你妈，老子叫他别选那好的。唉，老子到现在记得，那就是那场我们在休息室吵架的那一场。对啊，记得吧？记得呀，我记得。不是打他妈 BLG。
哎，反正他妈的贼鸡巴恐怖，贼鸡巴恶心那场。好吧，他反正后面开团你去看一下，好吧，这件事情，反正他也是直播说的。我说实话，从直播到现在没有提过咱以前那些很奇怪的事情，没有说过。他既然要整开团，那只能开了。确实啊，以前当教练逼逼歪歪，一句话不敢说，怕这个被冲，怕那个被冲。现在是主播啊，直接就是开啊，那么当主播的就喜欢这一手，有团就参。你开他直接开，你不行就拉。我在开直播，我在开直播，现在就在开直播。你妈逼的，这他妈的，这明明是他他妈开团的，我操了！我本来就是那天我叫他别选纳尔的，他摁他妈选，是不是？然后如果说呢，他后续接着开，要开训，要开到训练里面东西呢，那我们就再聊后面了，好吧？咱今天就只聊到这，开呗，嗯，无所谓的，嗯，今天就只聊到这，后面。啊，你说？你看这一手，怎么可能选纳尔？对面男枪卡牌加杰斯，我会给他选出纳尔这英雄？我脑子疯了！我当时我忘了我想让他选什么，反正是个抗，反正是个有限权的或者抗压的英雄，我不会去让他选纳尔的。而且我记得贼清楚，这把上去三级就被越了吧？我没记错的话。对，几级？反正很早就被越了，一下就被越了。嗯，两个人来就给他越掉了，当时那个谁都没到，卡牌到了吗？不清楚。是的，很快，反正很快就被越了。然后我说别选，我当时我还在休息室后台跟你说，你看被越了吧？你记得不？记得。我说一定会被越的，我叫他别选，不听，就是锁，那自己锁呗。昏了，昏了。没事，兄弟，没事。我想了一下，到后面啊，反正呢，大家现在都做主播，不行呢，咱仨到时候就连个麦。行，到时候连个麦吧。到咱仨就连个麦。这又没什么大事，这连个麦呗。这东西本来就是他自己要选的，就因为这场吵起来的架，还要讲后面在休息室。因为我跟他说，让他别选纳尔。我太懂 biu 了，我太知道 biu 他会干什么了。我跟他说了别选那，没办法，你也带了 biu 一赛季。对呀、啊，我也带了 biu 一赛季，我知道他会选什么打。我们只要四楼出那，就一定会那个。我说给他 counter， 让他就让对面先选，要不先选杰斯，应该是这种。跟谁连麦嘛？这是我当时。我们威武的时候，我是主教练，他是副教练。其实当时没那么大分别，我们两个人在，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刚当教练，不太懂。这是当时那个酸奶，好吧？现在在干嘛？我也不知道，带手游吧，应该。真玩不了，没其他事了吧？没其他事，我挂了啊。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嗯，挂了。